大家好，我是陈静轩。我最喜欢的《哈利波特：神秘魔法石》电影版满20周年了，今天我要来介绍他们的周边商品，跟我一起看下去吧。还记得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是在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对于魔法电影特别有兴趣，于是一看便沉浸到了电影的魅力之中，像是跟崇拜已久的偶像合作一样的兴奋。认识我很久的粉丝一定都会知道我是哈利波特的大大铁粉，这次能够合作真的很开心。我自己最喜欢的学院是葛莱芬多，相信跟很多人一样，感觉只要加入了葛莱芬多就可以集结胆量以及勇气于一身。衬衫搭配格纹背心，学院风的气息满满，就好像回到学生时期那种走在校园里头的风云人物。加上每年冬天都一定要有一件针织背心，看起来保暖又好看。赫夫帕夫这套是比较青春有活力的风格，万年不败的大学T加上现在正流行的五分裤，出门不必再烦恼穿搭，戴上一顶帽子配上一双好看的白色球鞋就可以出门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套穿搭是史莱哲林的，虽然在电影里面史莱哲林属于比较反派的角色，但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呈现在穿搭上面反而多了一份帅气与个性的感觉。哈利波特对我而言就像是童年般回忆的电影，每重温一次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触，也为我的童年记忆增添了很多绚丽的奇幻色彩。